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真的还好，真的还好，但我差几票。所以那些网络那个影评人都是对，可是。我怕得罪谁了？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嗯、对对。因为听说有那个金马魔咒嘛，好，至少我们现在没有咒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继续赚钱。就是中间碰那一段，觉得很紧张。对，就是心情越来越大，我就觉得哎，要怎么跟大家交代？然后这个庆功宴怎么办？对啊，哦，我中间超失落哎，我真的超失落哎，然后最后我再跳起来，有点叫声大声，叫声大声，我就能追他，对，压太久了，压太久了。张友就松了一口气，有啊，松了一口气啊，就是至少这个成绩是好的、啊，跟大家都有一点交代。但是最可惜的是，其他的不上台。我很希望他们可以，可以上台、啊。那林姐刚刚那个评审有提到，就是差一票，对，只差一票，对，跟林三之妹只差一票，对对对。我会觉得可惜，没有，我是替大家可惜，因为很多人。压我，害他们痛苦，拍谁拍谁，500块飞了，你们都压了，我都收起来了。那顺哥，对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真的还好，真的还好，但我差几票。这个先不要讲，我们你明天可以。这是在我们人生的这个下半场，我们现在就打了一个上台，就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，没有压力也没有包袱。那我觉得一个入围已经让大家被看到了，我说对于我们这样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演员，已经到达另外一种感觉了，也是别人大家都非常羡慕，也许人家我们也许会给人家一个力量，让大家可以这些我们演员呢可以撑起来。火头刀这个真的是 OK 了，那我觉得对，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种综艺很累，你坐在台下的心脏跳了，好像给我自己快停起来，要不要打住，想要快叫救护车的味道，好险没中，我中了搞不好就晕了。而且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对对，因为听说有那个金马魔咒嘛，好，至少我们现在没有咒，对不对？就是比较没有包袱了，然后你可能以后接戏，你可能会想东想西干嘛的，然后审查一个剧本跟审查跟真的一样，我就觉得某段来讲，我们还是做我们在这个本业上应该做的，对，明天该复工就复工，就这样子，各位请大家觉得很棒，一个很好的结果，然后觉得我们那个导演真的为这个戏费尽心思，有时候我看完。虽然讨厌自己之后，可是我在细细评论这个戏，确实它有一些很多东西可以相互对应。我就真的发觉它真的是一个蛮那个得意熬那个的。哦。